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姐。刚才我跟我老公啊，从楼下把这个大箱子抬上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物流寄的哈，应该也是龙小姐寄给我。她当时我跟她发信息的时候，她说还有一个大猪的大件的，我当时还听不懂，我还以为就是那个娜娜小沟跟雨滴，还有那些是大猪的。昨天刚好我在学校补习嘛，后来因为我同学女儿订婚，后来去中午去喝酒嘛，然后我没在学校，我老公在学校上班，然后就接到了一个快递的电话，他说你有一个快件，然后问我送到哪里，因为我地址就写我的学校嘛，然后他就送到学校，放在保安室那里。然后我老公去拿的时候，他外面还有一个那木架子，然后因为我的车他换不进去，后来可能那些保安大哥就帮我老公把那个木架子拆掉，他就换在那个汽车里面拿回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因为那个把那个木架子都拆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到五点的时候到家，他说你有一个很大的邮件，我说怎么大，大大会大到哪里，我好像买的都没有很大的哦，我看一下，确实大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那个物流寄的哈。这龙小姐真的她太热心了，我觉得哇、哦，看到这个，我前面觉得受之有愧，现在觉得真的是一个大礼物啊、哦，大礼物，好大的这个礼物啊。你俩现在准备开箱了哈，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宝贝，大家应该也很想看嘛，我自己也是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啊跳哈啊。刚才说了这个大物件里面到底是什么宝物哈，应该想起来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贵中淘宝哈，我今天也拿一个贵中淘宝，大家看一下，拿起剪刀开箱啦。这是我买多肉这么久以来开的第一个大箱，很惊奇啊，到底是啥，千言万语啊，刚才说了啊、哦，大不敬，哇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。那不管怎样我都要拍成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一起欣赏啊这些美肉。我们种多肉的人更多的啊就是欣赏多肉的美丽，哇、哦，好大，就只有一株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株1000多，它的淡雪，哇，只能用这样的柴啊，是我家里的那个，这才是真正的镇楼之宝啊，所有的都要退居二线了，先把这些慢慢的先把这些拿出来哈、啊。应该是这样子拆吧，没有，没有怎么拆，那你说怎么拆，没有你说怎么拆，整捆拿出来，整捆你去抱，那你整个抱，人家有箱子啊，人家已经有那个盆子了，有盆子，来这个箱子再剪、啊、箱子剪的，这个拿出来，对，哇，真的叔叔，你昨天还给我倒着晃，那你啊，你看都给我这个弄断了，哇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买多肉的人都知道啊，这一株是什么啊，不是普通的货啊，应该这样掰下来，把箱子给你掰了，哦，差点倒了啊，不能出手出脚的，现在啊要非常细心，大家看一下纯帽，它是怎样包装的？哇，他没有给我寄这，我连想都不敢想买这些东西呀、啊！哇，怪不得很多人可以掷千金啊，买一盆多肉。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壮观？
以后我要给他弄一个花架了，专门给他搞一个花架，然后放在我楼顶最显眼的地方，这才是。上次的小狗惊呆了，但是小狗惊呆了，是不是？还会是什么？是吧？这才是经验。哇哟！哇！哇！能够种到这么大的菠萝吧？大家看一下哈，抽丝剥茧要慢慢的，不要能把叶片丢了啊！哇！这才是经验。我要慢慢的哈，哇哈，庐山真面目，一层一层的翻出来啊，给大家看。哇，还有大的瓷盆哦，外面还套了好几个塑料盆，我还以为是塑料盆，是瓷盆种的。哇，是不是他把他的？哦，丢了一个，很可惜。古德言，肯定你喷了吧？肯定很你碰哦，所以说他人家不能倒置的啊，好可惜哦。非常可惜，所以要慢慢来啊，要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慢慢来，不能着急。外面先拿，外面都拿好。你真是的，我还不是外面拿，好像我做事情你都很着急。哇，这几十年的多肉，哇哈，我老公都很着急，我做事请他，感觉我都做不好，那你去来做一下吧。不是昨天不能打，不能，我忘记了打电话也没给我打，如果我打电话我就不会，我就会叫车去拿了。他就是每个空心里面都塞的那个纸，不要着急啊，慢慢来啊。哇，珍宝啊！哇，太！哇，太恐怖了！就放在那个桌子上。你怎么换的桌子上？那个桌子是歪的，你还换桌子上？倒下去不得了，换桌子上。先拆出来还是个问题。这好像要抬出来，下面还有这个泡沫，泡沫就可以。大家第一次拆这个啊，哇，你看昨天呀，都给我压断了。所以说你还不知道。他本来这个要送到家的，我不知道是这个断了两只了，可惜了。我这边又断一只，你看看，断三只了。你看都是新的伤口，大家看一下。我老公昨天哦，随便的这样子给我扔在那个车上面，哇，很可惜。哇，就这样子断了。希望不要再断了啊！哇哈，一点丢一点没事啊，千万不能再断了啊！哇，神了！哇，这个，装都很难啊，更不要说啊，怎么那么远呢？寄过来，哇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心意太重了。哎呦，那我都不敢说，我都不敢说。花一样，
这，这不算理清哈。说不出来。看见吗？大家看一下，其他话分不说了啊，欣赏这个美肉。这就是龙小姐的一番心意呀、啊！哇，哇，好大的一个！哇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！这只能在抖音里面见到的啊！敬业吧，嗯。经验嘛，这要种几年的哇！这里还断了，又断了一个了，这里又断了一根，哇，断了好几根了都。断几根？这个它物理都不能断了。你看一下，又断了一根这个，先换了，先换了。断就断这台。嗯？断这台。哇哈！真的能在这里？你自己能？你刚才能，我那里面就没事，你接着打。我们两根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再看，你就拍着吧。剪刀放哪里？这个绳子，这个纸不能碰里面。哇，你看这里又丢了一个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原来要把这个罐子搬出来了，应该把罐子慢慢的给我搬出来。我这个这根也是断了，刚才看，哦，这个已经断了，我去碰就碰断了，看一下，还断了五个头，哎呀，可惜。这个本来要叫他送到我们家。淡雪啊，大家看是不是？应该是淡雪哈，不是植物吧？大淡雪，哇，这株哦，又多了又多了。好，现在整下拍，要把它弄出来，要把这个搬出来。好，刚才把它挪到这个空地上哈，检查一下，因为我老公不知道这个东西。好，那个头有断了好几根，这里面还有一根还是断的啊。粘在里面，我都不舍得把它掰下来，可能还会长过去，可能。那边应该有四个头，断了四个头啊！来看一下状况吧。哇，这才是大。他说有寄了一个大猪来，我还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们没有，毕竟是新手啊，不知道这样的啊一些多肉是什么状况的。今天到自己的面前，哇，还是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醉化的啊。这一株还是最火了，那现在这个，那个盆子，它因为还有下面还有几个塑料盆垫着，拿不出来，可能不要拿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子垫着。我老公说也是这样子垫着，先再养养一段时间吧。来看一下，它这一边啊很漂亮，这一边像瀑布一样，大家看，像瀑布一样。哇，漂亮了吧？大家看一下，经验大了吧？啊，我确实也不知道哈、啊，经验大，因为那个断枝也没事，它后来还会从它的枝上面长出，那个小芽出来啊，很多的小芽。我这养了好几年啊，起码价值两三千块钱了啊，太贵重了。给大家欣赏了哈。多肉的壮观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